你是让我们欢迎电影新锐孟叉叉导演，喜剧泰斗孟叉叉为了最新的电影原声带前来担任出题大来宾，今晚碰果将为您独家演唱许多经典的电影主题曲，你千万别错过。今天碰果要为各位带来的都是一些经典的电影主题曲哦。第一首歌，哇，这首歌啊，算是这个重新翻红， 对不对？虽然是1979年的作品，后来又被电影使用，大家才重新听到这首美好的歌曲。蔡琴，被遗忘的时光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。想过去，因为你听到歌名就知道是什么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还有一个人一听到你唱，哦，《无间道》，谁呀？碰哥唱的真好，你唱的是不知道这个歌哎，不知道，知道《无间道》，这是侮辱到蔡琴，又不是侮辱到，对呀，真的，我只知道。以我们这种你很年纪很小的，我在侮辱他，杀戮杀戮杀戮，我杀戮 you， 没有啦，我羞辱你。对我们这一辈来说，电影真的好像比歌红。哎呦哦，对啊，那我们这一辈是怎样？你们是比较爱音乐，电影都红。下一个挑战，但是有听过吧？肖先生，您拿个麦克风说话吧。有听过，有听过，苗票没听过，对不对？苗票，新地名，新地名，票没有唱，唱唱看啊！来，我们从新号开始，好不好？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。在起
所以你主要是接洽是你的温柔，对对对，好厉害啊！差一个字就是另外一首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李登才跟李登辉也差一个字，我也是的，回想过去，你刚唱成回到过去，对，还教人家，今天来都是唱架，你这个脸烂成这样，不是他就江湖上所谓的烂脸风啊，烂脸。有张志成在跟萧敬腾在，对不对？我看我得拿出120分的力道了。不，120分，你差，你拿个0分跟120，落差不大，差不多。喝了2桶硫酸呐，对，雷残。他主要的饮料是硫酸，喉咙有雷残过。那关关要落地下。不是的，回想过去，当如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不用。第一点，我不愿接在高山后面唱。第二点，他没唱错，不用接到恰似的温柔。不用给高山峰台阶下。不是，我没唱错，我没唱错。你的脸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小朋友抓的，他儿子抓。新生儿啊，新生儿。小朋友指甲是软的，怎么可能？有啦有啦，好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？一定是在某种状态之下，对不对？小的女朋友，不要讨论我的双朋友，我好的朋友，不要把它撕下来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。没有啦，不要。他儿子，张志成进入奖金挑战赛。回违2年，张志成终于发行了个人第7张专辑。思念太久远，说明天太冒险，除非今晚张志成就要用最深情的歌声换回所有歌迷的记忆。欢迎我们的纪录保持者张志成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志成，你好。你刚刚纪录保持者，我以为说我没有拿过那个总奖金啊，为什么我是纪录保持者呢？纪录保持者有2种，一种就是闯到第10关，是；有一种就是零关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猜张志成是哪一种？零关？怎么可能？有没有人唱到10关让我说他纪录保持者会跌倒？不可能啊！一定是很骄傲嘛，荣耀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哎，不容易哎，零关的屈指可数。好，嘿，张志成同学有新作品了。对，你爱上的张志成新专辑，那还是个答案。11月3号正式上架，现在已经在各大的唱片行跟对对对网络上可以就是预购。还有活动，还有活动，哎，拿高点，尽量挡住你的脸。这是我在发片后的2天，在 Legacy 办的第一场的音乐会，也是唯一哦好地方，台北的活动。哎，是你今天怎么鼻子红红的，像圣诞老公公？我演小丑啊，直接鼻子就不用戴那个，对对对，不用涂了，对对对，好厉害，被孩子抓伤的啊，不是。那是我啦，那个你们是同一个孩子吧？同人啊，就跟你说，就跟你说，那一家的女生都很凶，你都不相信？啊？不是，没有啊，有老婆总没有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哟。好了，开的明显一点，好了，对了，下次不要带我们去了嘛。对啊，好的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终于推出新专辑了。是，今天专辑推出前，就来看看我们的百万大歌星。会不会给你好看？有有有！我选这届金曲奖得主哦，新人青年奖得主。这几届哦，不是这一届哦，这哦这几届哦，这几年以来。好，这几届应该包括这届有谁？这一届谁？韦礼安，韦礼安，新人。上一届的卢广、徐佳莹、徐佳莹。还有他们专辑我有买，对。还有谁？卢广仲吗？卢广仲啊，卢广仲，我有看过他演唱会，对不对？来吧，你要选吧。好，我先选他好了。请看，就是这3届的韦礼安，因为爱；徐佳莹，失落沙洲；卢广仲，
慢灵魂。失落沙洲，我是常常在 KTV 都会唱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词曲，所以你要唱《因为爱》，所以我决定选《因为爱》。对，当什么综艺咖？他破我的梗了，差不多了。歌手，可是你的综艺咖，人家也不欣赏了。对对对，韦礼安2010年的作品《因为爱》。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，想和你在一起，为什么舍不得分开？或许我软弱，也害怕失败，但有你的笑容，就能让我再站起来。你曾问我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，我也曾经想过这种感觉说不出来，我现在才明白。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一分开你不在，怀念空气里的对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，我才明白。哦哦，第一关竟然就卡住了！金曲最佳新人韦礼安的《因为爱》，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？R&B 小天王张志成第一关挑战韦礼安的《因为爱》。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，我才明白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哎呀，好紧张哦！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。一切都是因为爱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18个字，请看。哇，很多个字。第一题就18个字，好厉害！就是真的要我昏眠的意思吗？那这一句就只能这样子，很恐怖。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。应该是对的吧？我觉得有点怪。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上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一题哈18个字你败了，虽败犹荣。对对，这样子你这样子未免大家会敬佩你，会辱我就对，会闪入你。答案确定了吗？答案确定应该是对的啦，没差，顶多成绩跟之前一样了，顶多就未免嘛。确定了吗？不是未免就是破纪录，赶时间吗？哈林哥今天赶时间，刚好刚好。确定了吗？我飞机快要飞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确定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，拜拜，欢迎登上未免者宝座啊！破纪录了，破纪录了！哇塞，第一次破纪录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过三关，大家慢慢就把你淡忘了。我记得那一次，你现在要破纪录就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七八关那个真的很难的，直接去30万大金没有？好，你选选看看他会不会出来。来，我选我开始就是唱很多学唱情歌的年代，请看。姜育恒把心给你。钟镇涛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童安格，让生命等候。我买这个专，他的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让生命去等，让生命等候这一张专辑。选了吧，卡带。好，卡带的时候。选了，差不多。那时候是卡带啊。童安格，1989年的作品，让生命等候。走在忠孝东路。闪躲在人群中，在我的人心深处，掩埋着一段错误。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谴责，换我不能。提醒勇气面对一切报应，让生命
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第二段。在我的人生路途，选择了多少错误？在我的人生旅途路途路，在我的人生路途选择了多少错误？14个字，请看字数不对。好，这个答案听起来很顺，很熟。选择了多，应该是对的。OK 了，在我的人生路途，相信自己啦，你这么 lucky。选择了多少错？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重要的时刻的歌曲很难忘掉，我觉得最安全就选我表妹的歌。表妹到，表妹到来，好，请看。表妹那时候谁演的？表妹郑玉玲，郑玉玲对，郑玉玲金马影后嘛。好了，梁静茹的30作品，《亲亲》，情歌没有告诉你，可惜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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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比较好听，可惜不是你。哎呀，马奎有点歌了哦，他这是一个陷阱呢。K 歌来 K 一下，大家一起唱好了。可惜不是你，搞不好你们会不小心唱出来那一句这样。好。他们会不小心把答案唱出来吗？不会。对，我们有管理员在这边啊。管理员那个板子。碰口打顿一下，打顿。梁静茹2015年的作品《可惜不是你》。可惜不是你，陪我到最后。一起走，却总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每当我们曾心贴着心，小心哦，第二段来咯，高的高的。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。哒哒哒哒哒，时光的投影。哎呦，是这样的，还有一半，还不错哦。时光的投影是不是？上一句，上一句，上一句。时光的投影，来，请看上一句。时光的投影。当你走进别人风景，我真的无能为力我。哎，这，等等等等等。好尽责，好尽责。我可以再看上一句吗？上一句。咚咚哒啦，咚咚哒啦，咚咚哒啦，咚咚咚咚哒啦，咚咚哒啦。还有配音，还有配音。那个管理员，赶快拿香蕉来。哎，我几岁了？提示团，提示团，你好了。提示团会不会唱？会唱，会唱。赶快上来。啊。有星光的投影，对对对，星吗？多希望，星星的星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。我刚刚已经做了提示了，有没有？对，不可能是星光。提示，可是那个星不是那个星哦，一样啊，音同意不同，星星脱光光，是吧？这个答案。他一唱就想起来了。希望也有星光的，对，星光的投影。答案确定，
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你会接下来，我应该就不会了。不行，他是隔壁包厢的。好的，接下来的关卡分别是慢歌与快歌的大考验。首先是叶欢的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，再来是杜德伟的《拯救地球》。靠着冷静答题与谨慎求救，张志成也顺利 pass 啦。紧接着第六关，张志成继续迎战，也是 R&B 高手、金曲歌王曹格的 Super Woman。安静的在身边，无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。But I am lonely human。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？残忍的犯了错，不能失去你。哇，这边是中文还是英文啊？中英文交杂的超难歌词，张志成能够发挥潜力，把难题给 KO 吗？苏打绿拿到300,000啦！最佳乐团苏打绿 coming soon。RMB 小天王张志成第六关挑战曹格的 Super Woman。这边是中文还是英文啊？哎，经过了反复思考，还是想不出答案的张志成，最终还是在第六关惨遭淘汰啦！恭喜获得奖金10,000元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我是导演，还是我们原声带的制作人，彭恰恰先生。做这个电影啊，其实是一个综合艺术，对，有声音，有画面，影像，再加上你这个擅长的这个导戏，哎呦，啊，整个结合在一起了。可是这一大本到底是？这不是月饼啊，这也不是。中秋节过了，很大哎。两片是怎样？有一片 MV 啊，一片 DVD 是 MV， 一片 CD， 然后还有一条正片，可以牵狗的，那筷子是什么？你也可以牵猫啦，其实买原声带里面有送礼物就对了。不要讲那么多，讲的他都迷糊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碰过要为各位带来都是经典电影的主题曲。第二首，我觉得第二首给他们唱，有一点为难。为什么？这有一点点难，这有一点难。我现在讲什么歌？凤飞飞演唱的电影主题曲。OK 啊，飞向你啊，那是金瑞瑶，不是瑞瑶，不是飞向你，飞向对，你以为有飞的都会飞的。一道彩虹。1990年，凤飞飞演唱《天若有情之追梦人》插曲。追梦人。追梦人。当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去春来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月的你那难掩藏的光彩，会不会啊？准备好。让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一句。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真的有点难哎，这个。给他简单最后一句就好。对呀。不是不会唱，你给他哪一句都没有用啊。这个是难唱。对啊。
这个可以吧？哎，你翻什么白眼啊？哎，你眼珠都快翻到脑后勺去了，够了，真是够了。我觉得你每次都看到我都是那种对呀，很不屑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公平的。你说一个主持人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这个主持人就是这样子。什么叫不屑？我看看他的眼神。哎，你这把妹了，你骗谁啊？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空啊？那你就让我吓一跳啊！你会唱吗？会。来了啊！会，请开始。只有哪有只有三句啊！你做什么好人啊你？你自己也唱不准。没有啦，我们家其他的事情。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一句啊。青春无悔不死。永远的矮人，永远的矮人，小矮人。他以为啊，就是他表情啊、肢体做得很到位，然后其他就不重要了。这首歌是追梦人，不是白雪公主。永远的。好了，有进入奖金挑战。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啊！你还在做新专辑的宣传吗？宣传台湾已经过了。那你来干嘛？嗯，今天来那个破关啊，破十关啊。破关哦，破关，破关。你不过关，你要破关哈。就是要破怎么讲啊？破关啊，破关。哇塞，真是是是是。哇 ，Rock， 小心小心小心被刺到。Rock， 对。这有多高？这个有15公分吧。踩高跷，你穿过最高的20公分有没有？没有啦，17公分左右，不到20，很危险。我就是因为上次穿17公分的，然后喝醉，然后下车就跌倒，就变这样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哇，那边要配对啊。那这边也有一点啊，对呀、啊，很危险，就整个跪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腿软啊，腿软。我们看那个什么模特儿啊，好可怜哦。而且他们的高跟鞋，对，不符合人体工学，那稳度啊，平衡感都。舞台上走一走就摔下去，对，真的会一直拐来拐去啊，走一下嘛，走一下。为了漂亮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比唱好看。难呢 ，Build it, please。哎，你这冲上去。都好看一点。好，现在为您 Makio 模特儿展示的2012年最新春装的展示。我们看到他这一双非常前卫造型的朋克风的高跟鞋，有20公分高。好了，好了，我可以唱了。并没有很开心，是不是走的？有点。等一下，一边唱再一边走。等一下还要跳呢。还要跳。来，第一关你要选的是，酒的歌好了，酒的歌，对，爱情酿的酒，美酒加咖啡，酒后心声是不是80年代啊？也是吧，哈，90的吧，好，好，你确定哈？酒可以，我知道很多酒的歌是吧？很多，干杯也算酒吧？哎呦，对不对？酒是不是？来看看就知道，酒国英雄。爱情酿的酒哈，蚂蚁，葡萄美酒，叶爱玲跟韩生，就干那汤杯不？好了，你的选择是爱情酿的酒，爱情酿的酒，红豆影合唱团1985年的经典作品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。告诉我，爱情。
喝醉爸妈，哎，喝醉爸，喝醉爸妈，爸妈都喝醉啊。喝醉吧，喝醉吧，别考虑这么多。哎，喝醉吧，别考虑这么多。还有四个字，还有四个字哦。这是最后一句了吧？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意思说这一句位置错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看小迪哥给他的提示。Makio 讲完答案，那个小迪哥就最后一句了吗？小迪哥有动作，他就倒跌倒了。哈哈，哎，哈哈，哎，给你一个提示的，给你一个提示。马小姐，给你一个提示哦，是，注意看哦。甩头，转头，摇头，中风，害怕。喂，没礼貌。你跟头有没有关系？有。什么头？回头。哎。回。答案呢？我是猜的，我猜不出。有人知道答案直接讲出来。我最不耻这种行为了。OK。哦，前面是。还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喝掉吧。爱情酿的酒，对不对？最后前面混什么？前面我没讲出答案来，你要讲给我听吗？喝掉吧。喂，没关系，来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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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常常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嗯。喝醉吧。漂亮。先让他讲。喝醉吧，就别管这么多。刚刚做了半天那个动作，你要放进去吗？喝醉，喝醉吧，就不要回头，回头。我爱情酿。什么啦？哦，可以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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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拍住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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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太住了，太住了，太住尴尬。太戏，太戏。三太子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百万大歌星录影的现场？度假地，我这里玩个跨步。因为你面对错误的方向，来转过来给他看。会，阿林在不？阿林在啦。讲一遍给三太子听。喝醉吧，嗯，别回头。太多宝藏了，太多宝藏，太尬，太尬。没，三太子来也没用。喝醉吧，求救，求救，求救！喝醉了就要求救啊！喝醉求救，你这会摔倒吗？会摔倒吧？好。提示团会不会唱？会唱。而且我忘了我不是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我觉得碰果会唱，那就请碰果来当我的提示。没有这么好的事，一次提示就好了。一次提，不要啦，你不要闹了啦。我们刚刚已经提示给他十几个字了。来，你的选择是三选一，请看。哇哩嘞！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快要发疯啦？连三太子都救不了的 Makio， 真的能靠三选一顺利过关吗？来，你的选择是三选一，请看。你看看。不要回头，啊！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喝醉吧，不要回头，喝他吧，喝了吧，喝醉吧啦，喝醉吧，不要回头，喝爱情的酒。同一首吗？唱是同一首歌吗？对呀，那就 C 啦 ，C 就是 C 了 ，C 哈 ，C， 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多少提示？因为中间那个旋律我忘记了，所以你说旋律记得起来，你就会歌词吗？对呀，骗人。那你那句再唱一遍呢？刚刚那句。喝醉吧，不要回头，喝爱情酿的酒。哦耶！你为什么一句歌里面要有三个 key 啊？有啊？没有。接下来。嗨，接下来嗨。我最近很喜欢去 KTV 啦，所以我想好啦好啦，最喜欢喝酒也唱不好，最喜欢去 KTV。去 KTV， 请看。哎，有奖是新歌吗？
没有，哇，有点新哎，很新哎，指望。最旧的是阿密特的掉了，再来是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，最新的是郁可唯的指望。寂寞寂寞就好，比较熟悉。寂寞寂寞就好，田馥甄2010年的作品。不好意思，主持公道。这一段的话，主持人不是刚跟你讲说要挑年代比较近的嘛？你我以为主持啊，可是我以为我很熟啊，不能以为你很熟，听过，对对对，要把握。哈林哥很挫败，哎呀哎，你哈林哥不主持也轮不到碰哥，来马国贤去啊，我去是，对的，你让碰哥访问，快点。哎，对啊，那我们来听马国贤访问。没礼貌，在前辈碰哥第二滚啊，碰哥第二滚。好，马国贤来访问，来访问，好好访问一下。怎么会不会唱呢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后面三句要好笑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怎么可能？好了，算了，怎么可能？快消息现在为难我啊，快可能主持了，快消息你的助手，我请问一下，你刚刚上去是把妹是吧？我还没有问到重点，真的真的，哎。真的，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我前面那么。你是哪一位啊？我先。哪一位？你访问一下那个后面装布景的好不好？我以为我前面很熟，但是就是哎，没想到这么难呢。因为我都是听别人唱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啊，这首歌很朗朗上口。这歌很难，你刚刚应该卷掉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不好意思，真的。今天我觉得就后面我会好好努力。后面啊，后面，后面你就跟高山峰一起进入永不录用名册了。喂，告别怎么这样？对啊 ，Markio 想要来破关，结果很破，只过了一关，第二关失败，送他1500元，扣税1350啊！烂透了，烂透了，烂透了。郭三清，蹦叉叉先生。我们现在讲这个电影啊，虽然下片了，可是当然慢慢我们可能在 DVD 啊，可以租到片子。重要的是声音有把它留下来，对，就是原声带。这原声带里面有哪些作品啊？有三首唱的几首，然后音乐的有几首？三首歌等于五首歌。哦，有不同版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有一个音乐卡啦，对，这样等于六首。嗯好，所以有谁来演唱？里头有我跟赵永华合唱了一首，那其他是他独唱。你跟赵永华合唱？对，那个陈怡蓉认识吧？嗯，一天拍戏的那个偶像剧女生讲很红，就问他说：“你知道那女生是谁吗？”女生猜不出来，就告诉他赵永华。哦，那男生呢？男生应该是费玉清之类的，所以陈怡蓉他不懂音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耳朵有问题，耳朵有问题啊！你是说你的歌声像费玉清啊？我没说，他说的。他说你，他说一个人说不算，你现场唱给我听。不行了，唱那么多。我说你就要有这个勇气啊！记得那年雨下不停，你说你将要远行。我看着你的脸，怎么都没有办法跟费玉清。不要看啦，不要看啦，我知道。过去你就拿原声带，闭上眼睛。原声带这样子这样盯着我看，我痛哥，你刚忘了鸡皮疙瘩。痛哥，你刚忘了请他闭上眼睛。对，所以才没拍 MV 嘛。我干嘛对你唱啊？我神经病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全部都要围绕着电影主题曲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容易。哦，这一首歌，好，很适合他们。应该很简单的，但这首歌的历史就不容易了。这是应该是台湾第一首歌红了，人家才去拍电影。对了，而且由原主唱人来做男主角。歌红到他们说不拍电影，真是可惜。对不起天下。这位
已经离我们远去的音乐大师，就是洪一峰老师，在1962年的《旧情绵绵》哇，经典。一根细粗手的放乎袂记，有情绵绵绵，确实也是你。明知人生用花醉笑，因果偏偏对你长情。啊，不想你，不想你，不想你。淡暖的江边，很顺畅，对，这感觉哦，那个唱法，小迪没问题的，小田也没问题，这首歌已经学了好久的，小田也 OK， 啊，优秀 ，Yeah， 我的歌迷呢，为怎样为怎样你拢唔讲话，为怎样为怎样你头咧咧，你变调乱舞，再说，所以这样子讲起来，你一定要让小甜甜接一下喽。可是这个男生的 key 你可以哈，他可以，他没差啦，他也没差啦，他 key 很广，他 key 很广，听不出来，他 any key， 我在想 any key， any key 他都接不上，对，新号开始啊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大家不拍手是正常的。丢吧。就你丢了，是对，你丢了。你有什么音意见？那个音长短不太对了。RMB 啊。RMB， 你的印度歌了 RMB。还可以的，那个是他说他是闽南语达人。是，没，他在你面前是看你是不是闽南语达人。他的歌我是有点担心，比小甜甜还担心吗？我们这一门派的歌没有一个会的，所以小甜甜也应该去你那个门派了哈。有机会你跟听听郭子乾唱歌。哦哟，哇 ！Oh my god！ 我在这边已经听够了。来，是，哎。淡暖的江边。哎呦哎呦！哎，你是要用太多次了？不是，因为我不会抖音啊。还好，是袁小迪进入奖金挑战赛。心肝内加追求，为你台语歌王袁小迪带着最新专辑前来踢馆，首次参赛的他今天能够拿下好成绩吗？终于发片的袁小迪，小迪啊，你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新片《妹子也就靠》。相隔了多久的时间？有好几年的时间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到你的节目当中来。对啊，我差不多有两年多没有发过片。只有两年多，对，因为中央发片的时候都没有安排到来上我的节目。哦，那有没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有没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没有发片的记录？有，我曾经有差不多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发片。为什么呢？也不晓得，那个时候就想要去从事其他的行业，想转行，换一换口味就对了。哦，换换跑道。那那个时候有做过些什么事情？做过 pub， 做过啤酒屋、piano bar、舞厅。哇，服饰店，香服饰店也做过，全部都倒了。哇！
三太祖，你要不要给他一个名录啊？这个演艺人员啊，最好不要兼副业。真的，对，而且演艺人员都做一些好像跟自己相关的，对对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又管不到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蛮好笑的，就是人家找我开那个平安楼吧，嗯，然后其实我们出去唱歌啊，机场又有几万块可以赚了，嗯，然后偏偏不唱，然后那个朋友来这边消费了几千块，啊，你唱一挂我们听一下，然后就唱唱。你在外面唱歌赚很多钱，不去。在自己的 piano bar 陪唱，一直唱一直唱，人家都给你个300啊，还是300-500都赚不到，那是给 piano 上来最低消费的，对不？一两千块就可以，划不来划不来划不来，还是好好的出一些专辑，也支持你的朋友哈。这次隔两年算是时间短了，对啊。今天来到这边，看看袁小迪第一次来百万大歌星成绩如何，请看。我觉得最有把握应该是温小迪，因为我的名字袁小迪的闽南语叫做温小迪，可是不是你的歌耶。你弟弟是谁？是我小弟的小弟耶，是温小，是你的小弟。温小弟耶，小弟。我弟弟有好多啊，例如翁立友啊，王世贤啊，你光我弄出些个呀，他们歌我都很 OK， 所以不管是袁小迪。还是袁小迪的小迪，哎，应该是都可以，应该是闽南语歌吧。台语歌是我比较熟一点。我看键盘，看键盘，他超好键盘，又超键盘。最后开杠哎，不用那么键盘，请看。好斗志，就是杨宗宪偷偷爱着你。这个是我标准，是我结拜的点啊。水中烟，他这三首歌我都会唱。点歌，追中 M， 追中 M， 啊，追中 M， 惊喜，不是叫你现在唱，不但爱说还爱唱，萧敬腾，萧敬腾，如果你们这些人跟萧敬腾可以 mix 除以二，不晓得世界会有多好，会很乱啊，不是平安老爸，点几条了就几条啊，来，你要选的是，我最喜欢的是他中央这首歌，也是电影的主题歌《卖萌姑》那面，杨宗宪1995年的作品。情有甲我头看，晃动的过去想着行，脚步既然一时来打错，如今后悔留下怎？请你卖问阮的名，有时家己嘛不知影，只要你心内若有我，将经历我一款命。你刚唱片转速是不是有慢了一阵子，然后又转回来？哇！你要想一下，突然自己控制了。OK， 记得吗？来，请再说一遍。只要你心内若有我，将经历我一款命。只要你心内若有我，将经历我一款命。四个字，请看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最有把握的果然就通过，接下来应该都没有把握，要不然就拼一个那种长得不得了的怀念金曲，要不然就来一个，比如说男人都唱张学友。对呀，张学友这个应该 OK。对呀，嗯。他的年代我比较跟得上，所以张学友，那就来一个一个男人。都唱张学友，睡了睡了睡了。这边有张学友的《回头太难》，一路上有你，想和你去吹吹风，简单，还不错啊，可以的。所以第二首《一路上有你》，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《一路上有你》。你知道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是天意吧，
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般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个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上有同一点点原因。是男人都唱张学友，但歌词记不住可就丑啦。歌神的经典 K 歌会不会让小迪哥就此失败了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苏打绿，我们今天要来闯关了。苏打绿 coming soon。袁小迪第二关挑战歌神张学友的《一路上有你》。我们正在说男人，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睡瑶，睡瑶，睡瑶，赶快，趁着记忆还在，就算这辈子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十二个字，请看。是不是男人哪有不会唱张学友的歌的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，请解答。难怪你这一回也会唱。这接下来没啦，每一关都有找麻烦的感觉。够台语歌哎，牵挂。我来一个八零年代的。哎呦哎呦，帅哥，帅哥，八零年代，八零那么帅哥有，像那个时候刘文正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驻唱。反正你已经出唱片了，应该多少有这么一些了解。哇，徐乃麟的小薇，小薇，小薇是1983年的，是不是？徐乃麟是叫帅哥吗？是小薇算帅哥，他唱。你质疑他吗？在我眼里面，大家都是帅哥。还有刘文正《深夜里小雨》跟费翔的《榴莲》，共演后。那个以前差不多20几年前了吧？那个《三月里小雨》有学过，有学过，有唱过，有模仿过刘文正吗？没有模仿过，不过歌词。你讲你模仿过，他们马上卫生纸就处理好。来，他们打扮，我们就来准备听这首刘文正1981年作品《深夜里的小雨》。哇，你看，宁采臣在台上，姥姥坐在我身旁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消息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了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满满满的凄清。高山方向有加分哦，风再大一点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那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？请问那小追寻？追寻？请问那一个爱我的心？请问那小溪？请问那小溪？对，谁带我？谁带我追寻？
追寻那一个爱我的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个字哈，多一个。上一句是什么？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接下来是这个吗？满怀的寂寞。是不是多一个那？哎呦，消息，哎呀，好像是。哎呀，我追寻马奇奥，每一个爱我的心。哎，对，你慢慢好，我处理一下这件事。我最近校务繁忙哈，学生一大堆，乱七八糟的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上来过关，要讲答案。只过了一关，他给我提示。没有，我觉得对啊，多一个字就把一个字弄掉就好啦。你什么事叫他弄啊？哦，我只是我的感觉，我也不晓得答案。发酒疯，发酒疯，你要删掉一个字吗？你觉得他讲的对吗？好像。请问小溪，对，对不对？请问，来，我们把那拿掉。请问小溪就对了吗？请看，你看还是错。那现在字数对了，错一个字哦。你说啊？我是说后面那个那啦。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有个三角形爆出来？你有没有看过樱木大花道被大猩猩气死的样子？哪个单位的？哦，你在提示啊？听得懂吗？这是提示吗？是啊。哪一个的？哪一个单位是提示？哪一个单位爱我的心？哪一个？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？追寻哪一个单位？哦，追寻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样子我跟马奎尔有什么两样？哪一个单位是提示？那追寻哪一个单位的心？一张海报，懂了吗？那一颗吗？你改改看喽。那一颗也怪怪的啊。哪一颗爱我的心会怪吗？那你觉得心除了个跟颗还有什么单位？哪一粒？哪一条？哪一碗？哪一坨？一坨？哪一坨爱我的屎？哪一颗？对，哪一颗？对，来，请看哈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正确。这个那要不要拿掉？不用拿了啦，算了啦。你们怎么那么好啊？很好，随和哎。对啊，不用了。你算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可没算，好不好？欧到底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第三关就已经刺激成这个样子，真的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省了一个求救。哎，不要拿，等一下要用啊。我俩回收。啊，回收啊！他要上厕所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把它卷一卷，塞在马奎尔的嘴里。真的吗？小弟哥，你老公平安吃节，谢谢。好亲切的一个节目哦。真的，好感人。马奎尔很紧张啊。哇塞！你的汗那么多，你又那么大一条的，你又没有唱歌，你是洗澡是不是？没有过关。好了，怎么办？越来越难选了哈。等一下还有求救的，我看来有啊，好像也没什么好选择。大家开开心就算了噻。高追，高追，来，到底有多难？哇，田中雄哥，黄西田中，最迷了，求兰芬，爱我唔惊痛苦。旋律应该都会了。好，你选一个旋律最熟的。那个参政下歌。反正你的一个求救都没有用。黄大哥他的歌我们就用在这首黄西田1963年的田庄兄歌上面。看着机会。火车载阮袂去哟，到台湾的心爱小姑娘，叫伊免担忧。来伊倒只若趁有钱，我会转去，多收就放放收，放放。
车来，摇来摇去，也摇到台南。哎，碰过。台南高楼，台南高楼，屏东市是屏东市是乌鸦嘴巴掌。哎呀，报纸长的报纸。第二段哦。再会啦，趁着机会，趁着机会，火车载阮袂去哦。想着小姑娘的迷人嘴唇，只是心有魂。啊，注意哦！有时间一定下陪阿妈到你。哇塞！心虚。他不会耶，碰过会了。他唱了你才想起来，来，请说。就等一段。那我那有时间一定下。那有时间，然后呢？下陪和妈妈到你。来，讲慢一点。那有时间一定下陪和妈妈到你。妈妈保重，妈妈好利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就是十二个字，请看。是这样的吗？为了将来，是你的爱人来着哟。我觉得现在需要处理一下。诶，更改答案后是不是还是怪怪的？距今48年的怀念金曲《参曾雅歌》，你知道正确答案吗？2011爆红新人，他是柯震东。我不想示弱，不爱你，有话直说。舍不得有。华语乐坛魅力新人柯震东即将登场。袁小迪第四关挑战黄西田的《参曾雅歌》，答案正在犹豫中。请看，是这样的吗？为了将来，是你的爱人来着哟。我觉得现在需要处理一下。对，我觉得应该碰过有提示哎，这个有人不舒服，有人在练功，不能提示。练功，活动筋不能提示，有没有？不能提示啊。哦，哎呦，可是感觉你在提示哎，有吗？啊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要不然你在干嘛？我是在提示。我们来猜啊，他在讲什么？我看这个要求救。好，提示团应该不会，我们来问一下。嗯，提示团会唱吗？我不会跳。没有，我没会。我唱。哇，那讲的都一听就知道不会。那只能三选一。是的，想不出歌词的袁小迪最后还是靠着求救勉强过关。而接下来第五关，我们的小迪哥竟然要挑战Eason的10年。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哇，想不到这首经典 K 歌小迪哥唱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哦。只是到了第六关，500的浪人情歌因为旋律不太熟悉，可让小迪哥惨遭淘汰啦。我们谢谢他的精彩演出，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下面你是贵部，我不是，我死都不要当贵部。对啊，那么丑，对不对？对，不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个跟我的型不一样啊。他那白鼻心哦，这是一种那果子狸啊，妖怪，妖怪。嗯，可是听说妖怪最近又在江湖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到处吓人啊，重出江湖。台北已经演了嘛？台北演了，还有高雄。接下来高雄，高雄对，什么时候？11月6号。还有吗？还有台南。台南什么时候？大概12月10号。哦，所以你全台湾要下透透。还有跨年也有啊。好的，这个铁丝玉玲珑大家是非常熟悉的，当然今天不是要讲这个。那考这一题吗？
不，这个考这题好。考铁丝玉玲珑这题吗？好不好？考铁丝玉玲珑好吗？我是一颗爱的如红松，生出是古锥啊淡薄啊松。陶丽蓉，陶丽蓉，陶丽蓉啊脑筋动。祝你平安又快乐。请唱。喂。哎，没白酒，喂，还有梗的，他直接跳到，哎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没错啊，蛮好，没错啊，反应蛮好的，不会唱就喂，跟个 Michael Jackson 一样，喂，其实它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欢迎秀馆，然后把那个节目名称，欢迎秀馆百万大歌星就过得去了，不会，我也比较好笑了，嗯，算了，你唱歌了。可是我女儿要她照片怎么办？谁？她女儿喜欢小姐。你要她照片？要我照片干嘛？我女儿疯了，胖狗怎么这样啊？要我自己晓得。要她的尿片。要她的。要她的电话。要你们两个的了。照片没关系，要我的干嘛？要她就好了嘛。那等一下我们拍一张，喂，好不好？很有特色。那这个歌她会吗？拜托，这个歌我觉得几率很大，真的也是属于流传很久的歌曲，罗大佑。他的歌虽然难，可是人人都会唱。1988年，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，谁不会唱啊？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也归时。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，来喽！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请唱。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哎呦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组压力很大。对啊，真的。如果你错了，我们有多痛苦？阿林哥，你干嘛这样？我们 City Boy， 对不对？喂，秀金人进入奖金挑战赛。亚洲新天王萧敬腾为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再度来挑战，今晚就让我们跟着 Mr. Rock 萧敬腾一起 Rock All Night。他又要开演唱会了，萧敬腾同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是不是 Michael 的鞋子？不是，是的，他有穿过这种了。他没有那个前面那个碎，所以你比他厉害。没有，有啦，有，不行，不行，还说他没有。重点不是在鞋子，重点是在又要开演唱会了。耶，小巨蛋，对，这是第二次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次是巡回之中的一站。嗯，来告诉大家一下这个讯息。11月19号开卖，开卖，然后2月11号开唱这个演唱会，嗯，在小巨蛋，大家不见不散。哇耶！拜托你帮我问一下，中国萧敬腾有没有抽嘉宾？嘉宾啊，要不要嘉宾？去冰半糖，还是你喜欢喝温的？喂，演唱会的嘉宾啊，小冰有没有欠演唱会的嘉宾一句话？哎，这是全国播出哦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地方台。你这一段只在地方台播，可以。然后会有一个那个搬家公司出来，搬家招什么？搬家招什么？没有碰过，可以的。在台北，他喜欢看替身有玲珑啊，对呀。啊，你们两个坐一段，他可以帮你打鼓，刚好。那个嘉宾就很特别了。我那个气急盖好不好？哦。为难为公套机改变，你知吗？啊？你别怕过，没听懂啊。为难为公套机，你就讲目屎飞袂离嘛。目屎飞，好来一杯。为难为公套机，目屎飞袂离。哎哎。装
我把徐教授换了。哇，哎，不错哎，不错哎，不错哎。应付他一下，应付他一下。我没听到。哇塞，我手受伤还没好哎。不是不是，真的。哎，刚刚那一段不要剪。好，嘉宾那一段。啊，好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剪了。我女儿的心愿。好了，要办演唱会的萧敬腾，今天在百万大歌星，看他是不是百万大歌星。我们今天来一个那个预测，就是比如说过了几关，你的演唱会就非常的顺利，这是一种自我的挑战加持啊。过一关，一关，一关，一关就好了。两关，你还敢讲麦克风？胜利啊，还不用麦克风哈。两关，两关，两关就是会很顺利，然后大家很。那八关呢？八关就是糟糕了，大家都是了不起。大家都他怎么讲话有点像那种眷村北北啊？哇，大家这样来就了不起啊！来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哇，来选择一下，摇滚情歌吧，在哪里？哦，八零年代，请看，齐秦的《悬崖》，1981年出道的，张雨生《天天想你》，赵传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。我都会，好，那天天想你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讲了，已经讲了，已经讲了，我都会，悬崖，齐秦1996年的作品，悬崖。再会，爱就要分身，碎骨坠入无尽的孤。这幸福，这个幸福还是那个这？这，你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是很那个叫什么介系词，还是这个那个的这？这，先打吧，看看。你先说，我才打。这幸福，这个。这幸福，仔细词，这也是这个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幸福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请看他的答案，这个对吗？啊，对，答案确定，这个答案请揭晓。已经达成一半的目标 ，yes。接下来。用麦克风哦，他真的只有唱歌的时候认真呢。对啊，其他时候都还蛮两光的。对，新生代创作才铁人歌王，好哦，哇，笑一笑，哇，音乐铁人又要为难我，应该有，有，一定是。让妈妈你哇，请看，哦，全都是三个时代。从最早的让我一次来够，到想哭就到我怀里哭，还有无尽透明的思念，让我一次爱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好简单，好哎，好哎，对，会不会太简单了？我很紧张，阿林哥，所以帮忙，我
黑唱，我黑唱，反正我唱。两条路边的节目。你这口气让我真的开始，真的会什么看词？导播没有这种事。开始，你刚的口气真的让我可以了，我可以，只是哪一首？无尽透明的思念，让我一次爱个够。庾澄庆1989年作品，让我一次爱个够。何时呢？现在才开始。除非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。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。时间已经太紧握，我不要这样过。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，给你我的。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。我跟你讲。停在这里，太瞧不起他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停在这里是不是太瞧不起你了？那应该我们继续唱下去啊，还没确定就要继续唱下去啊？确定了，确定了。确定哦不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那个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，三个字，请看，答案有没有问题？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，还押韵呢，可以了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棒啊！下一关。好，近两年好了，请看。韦礼安的有没有严爵的谢谢你的美好，还有谢和弦于是长大了以后有没有确定了哈。韦礼安2010年的作品有没有？似乎不是很熟悉的萧敬腾，能够凭着模糊的记忆把歌词给拼凑出来吗？亚洲新天王萧敬腾第三关挑战韦礼安的有没有？一定心动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。有没有后悔？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啊，是不是？十个字，有听到吗？听到了，让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。哎，这个你到底熟不熟啊？好像半生不熟，还不能吃哈。叫鸡蛋。就是有点不熟，有在听，所以因为有的部分没有唱过，
这个答案你有没有把握啊？需不需要处理？我不知道。I don't know。我觉得可能不用处理。所以我要确定了吗？只要给我一个眼神。哪一种？是玛格丽特那种吗？马国贤。马奎尔。我觉得好像都一样哎。乱讲，你不懂啦。你觉得没有问题了吗？嗯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接下来第四关，萧敬腾挑战张学友的《深海》。哇哦，自己相当拿手的歌曲，他也没有问题，顺利过关啦。紧接着，老萧要来挑战黎明的动感嗨歌《重爱轻游》。打过酒的朋友，喝过酒的朋友，当我恋爱，他们全部失踪。只有一个理由，爱情魔力太猛，让我甘愿变最点头。不起有什么用，深情被遥控，收起温柔浪漫各种心动，朋友不敢联络，哦，任你挥霍每一个周末。让一让我爱你，有倾家的自由，牙膏牙刷不相容，麻烦多，爱情友情能够。想想你，想想我，想想爱，想想爱，抗议罪更多，抗议罪更多，十四个字，请看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不整齐，没有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做气那个顺畅度，好好，理论上就是会过。好的，好了，已经不错了，五关了啊，一个求救都没用。好，现场歌手做，真的假的？看看，看看。电影比较好。请看，张智成《May I Love You》，男人情，女人心，林小弟、龙千羽。哎，《May I Love You》比较好。还有一首歌我不想讲。好，不要讲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哈林哥。不要这样，感谢初恋。超软呐，陈柏原唱的人都超软，那你可以讲啦。初恋是陈柏对，陈柏原的初恋。哎，初恋摆摊。真的。May 哎 ，May I love you。张智成2002年的作品《May I love you》。我要如何才能拥抱你呢？紧紧抱着，我问你，你附和，总能用精神情人角色，从苦涩转变成了快乐，把钥匙交给了你。你却转身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，你是过那么多心的锁，怎么就不能开启我的爱情？才能让你不孤单，我不孤独，一起找幸福。到这个世界一步一步画你到了荒芜，请放心，我还是你的心徒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, tell me love me。
的毒，不可以继续付出，付出就够我满足。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，请放心我，请放心，你唱的还是他唱的？他唱，是你唱的。好，不要转，不要不要转身哈。放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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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。可是你可以转头啊。请放心，是不是？请放心，是不是？请啊，不是，不是哈。那是第一段，第一人称。第一人称是什么？第一人称第一个字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这等一下摆 pose 嘞。要旋律吗？求救好了，求救好了，我想不起来。来，我先帮你问一下，提示团会不会唱 ？No problem。啊，要求马上选。有，好讨厌的。是马国贤。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忙，我帮你忙。对对，提示团界的马国贤。对对对。Mr. No problem，No problem。糟糕，来啊来啊，唱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奢望。永远会为我祝福，我奢望永远会不能看他，赶快唱啊！我奢望，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，时间会为我祝福，请看他的答案。我确定了，他通常他认为这是正确的答案啊，可是不一定正确啊。怎么办？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了，剩下三关，我们就要进入300,000。厉害厉害，和尚和尚。三选一如果好好用啊，我看应该。歌手晋升电影咖，电影咖应该有你的，因为你的歌还没出。歌声坚强，我们刚刚有讲了很多人啊。对啊，我们据这个可靠的消息提供，应该有周杰伦。好，周杰伦，周杰伦。你要选周杰伦的歌，还是要进入歌手进？选周杰伦的歌。不是啦，没有，这里没有周杰伦，没有选周杰伦。对啊，歌手晋升电影咖。真的，我有黄立行哎，我就说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，范逸臣国境之南，黄立行无神论，怎么办？不能说的秘密，不能说的秘密，周杰伦2007年的作品。健康好喝。咖啡里卡了一点，我忍住的情绪很后面。拼命想。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周杰伦的歌可是百万大歌星的镇店之宝，一脸苦恼的萧大侠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百万杀手萧敬腾第七关挑战，周董不能说的秘密。三选一。
睡着了。是是什么命运的天哪，不三选一，早说嘛！请看，来不及了啊！三选一，三选一，看完了。有人会吗？阿 Q 会？不可能！继海啸之后又会周杰伦，继海啸又一爵士传唱名作。他会。你会选哪一个？请用你的麦克风。还会叫你要叫他用手比出来，我们是手语歌唱大赛，对不对？你的答案是 A B C 的 C， 答案确定的确，请揭晓。你这首歌你熟不熟？曾经，哦，这有阵子没唱了。对，很久没唱，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熟悉。没想到对答案蛮有掌控度的。剩下了亚洲小舞王哦。好了，来了，就是罗志祥那些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潘玮柏。好，还有大咖的合唱曲。大咖好了，大咖有哪些大咖？邓小海、刘德华、吴宗宪、柯受良、贾一鸣、林正中、你许三、张学友，最近比较烦，周华健、李宗盛、品冠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很强。邓小海、刘德华、吴宗宪、柯受良、贾一鸣、林正中、许三、张学友。贾一鸣、林正中、许三、张学友演唱的《贾一鸣》1998年的作品。爱情泛滥尽白时刻难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怎么还不出第二段？反正第一段、第二段也没差，太不公平了啊！太不公平。看看前年换传奇，讨好世人的心，今天真是对标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操！哎，其实这个歌，歌词出来第一段、第二段跟你来讲没差。对 对，应该都没有什么把握。先把一直提示看掉了。哎，那我应该就是死掉了。我还是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，十九个字，给你一个字，哇，很帮助很大哎。给我五个也没办法。给你十九个，哎，或许猜一个字。十八个呢？要不要看那一字？还是看也不用看了。还是看一下。看一下啦，请看。十九个字好多啊！现在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希望，挂掉了，应该是挂了。所以你有什么讯息要借着这首歌？我想先看上一句可以吗？我想唤醒他，还没有放弃，他还没有放弃。喂，他还没有放弃，运动家的精神。上一句请看，今天真是表对了情，今天真是表对了情。或许漂亮，这个精神值得鼓励。或许你不要跟我撸了半天只多一个字啊、哦、或许怎么样，再送一个字看看吧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在买菜啊。来，或许下一个什么字？愿，愿不愿意的愿。或许愿，或许愿。哈，不会。喂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被笑哦。萧敬腾演唱会，明年下几个了？八个。明年八个。明年，明年对不对？明年二月
十一号，现在多少？好像是九六个，十三个字，还有五个字。我刚刚讲了六个。小巨蛋举行，好，但举行还差几个？够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我还想加几个字的，再加吧。送他了，送他了，哈林哥万岁！好，哎呦，要不再加？捧恰恰嘉宾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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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请看他的答案。哎呦我的妈！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会不会过？哎，差一点点，好惊讶，好惊讶！萧敬腾的世界巡回演唱会。明年将在小巨蛋举行，今天来到百万大歌星第八关失败，第七关的奖金折半，3万元送给萧敬腾。11月9号开卖，最精彩的节目都在每个礼拜的百万大歌星，下周见，拜拜。